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希望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12月29号晚上的6点的时候，天天节官方公告了明天的更新内容哈。第一个是十字系第六章的归真难度哈，终于要开第六章的归真了哈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精选的卡池、紫风、风寒月、阴剑品，那一样。为了仙剑联动，各位，除非你很喜欢这三只、哦、要不然先不要抽。但是老实说，这三只都还蛮不错，这三只基本上没有一个是雷的啦，所以你要抽这三只也是可以、哦、也是可以。那我自己可能会抽啦，因为我没有紫风啦，那剩下就给大家自己去取舍啦。如果你十字印不够的人啊，那还是留在仙剑卡池会比较好齁。好，因为这礼拜还没有公告仙剑联动的部分，究竟下礼拜会不会开始联动呢？然后再来是限时活动2022跨年登录礼，那活动期间累计登录指定天数可以获得绝品魂石魂光十字印，累计登录5天可以获得灵运石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再来超值礼包哈，元旦廉价礼包1690，灵运石2颗，十字金288，又是一个我不会买的东西，虽然我从来没有买过啦，但是这个廉价礼包我觉得很不划算，1490啊，1490 ，My God， 1490 ，iOS， 对啊，我觉得没什么诚意啊，说实话，玄机风脉礼哈，990块，然后。1000块的是购买后再送100颗十字金，那可以开启礼包这4个饰品的其中选择一件。嗯哼哼，我是完全不会买的。然后那基本上就是归真第六章，然后再来就是精选卡池的部分。那十字金很不够的呢，还是建议等仙剑哈，等仙剑。好，那再来记得要每天登录哈，就这样子，从12月30号开始哈。好，今天的更新情报就到这边啦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